小S婚后育有三个宝贝女儿，时常在社群上分享母女日常。她近日透露二女儿莉莉瘦了一周好菜，小S在社群上晒出一堆美食照，其中有意大利面、牛排兼鲑鱼等等料理，更透露这些都是二女儿煮的。在内文中表示，昨天二女儿莉莉做晚餐，吓死妈妈了，也太厉害了吧，又非常好吃，真的是遗传到我。除了小S惊讶外，就连网友们都惊呆啦，纷纷表示才升高一就这么厉害，好完美的女儿，可以享清福了。莉莉还有什么不会的？该篇贴文引发万人嘲声啊。Bye.